可是好啊，这个不知道不进去，等会那个牛走的时候，跟公车一样对吧？哦，把它去掉。不要这个，要怕浪费。我们现场有没有电风扇之类的？评委吹吹啊。清肠。已经做好吃饭的准备了。没有。厚一点。对呀、啊。紧张呀、啊，我这又不能让手。各位，这不是比赛谁倒得快哈、啊，这是切土豆丝大赛。已经幽默感越来越强。你们今天那么想挤奶油啊？哎，说起上来弄。我的真的挺细的，那你再举一下手，好吧。只要是在自己的这个切工，好吧，我等你 Q 过来。最细的就行了，我觉得啊。看到我的细，我好省。哎，换电换电，稍等一下。别切了，嗯，边凉快去，都已经过关了，再炫耀什么？但都是粗的呀。会别看了我，别看了我。那我大量的都是这样的，扁平的切。他们都切得蛮好的。笑天，哎，你就重新投资那个最做好了，要举下手，投资是最镜头可以抓得到你，然后我再进来。不用别的心思，那今天晚上做好了。哎，好了，看你。好，我的丑爆了，别看了。好了，刚才曲颖已经挑选了他的牛后腿肉了，那么剩下四位呢？现在就轮到你们，可以进去挑选自己的需要的肉材，你们现在就去拿吧。该怎么挑啊？嗯。Oh my gosh！ 因为你现在肉的形状不是这样，也是，也是，也是的，尝试。好不舒服。这是菠萝内里的，真正好的肉都掉出来。有小牌掉在上面，那么他们干嘛不在上面选呢？什么？多惊险！差会低哦。嗯。这是什么？不要严重，不是，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也太大了。有些好东西。好，朱孝天来了。哇，好。是带血，就是。就是就是要切薄片的，然后就是烧烤的。就是你要找，我不知道。就是肥瘦相间，不像里脊啊什么的，是瘦的。你要找里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要找那个肥瘦相间的。可以要里脊，我可以一人一半吗？可以啊，肥瘦相间。这是，这个应该是这一块。在腰上。我觉得是它哎、欸。不是，这感觉像这个啊。它没有骨头啊。这个是很大，我不管，我要这一块。我刚想擦那一口牛奶。我刚刚我要哭了。我看这给你。耶、yeah! 啊！好重。给了瑶瑶。我可以回去切一半给你。我这个你拿了不是，我没选，我没选。他只拿挂上。小心了，他拿豆角一样，我写了好多。哇！拿豆角代替了。为什么不凉？对不对？你现在找那四拿了一块，把它切开两半，你弄那么多，没有，想着先拿这个哈。哦，好可怜哦，有点重。这块好大，快点来，你这可以做100个人的。好了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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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过来能放吗？这块应该是金太多了，这个应该是我的。这块就散开是吧？那样行吗？这个有点硬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这块是什么？这块是什么？哪一种？哪一种？我怎么我觉得这块更好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上面哪方菜有？眼肉。我看一下。眼肉。我可不可以用这个？这是哪儿啊？很像武侠小说。牛肋眼骨哈。我有问题，谢谢谢谢。我有问题，这个是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烤牛肉，但是牛肋眼骨。
牛肋眼骨。对，您觉得这块是什么呢？牛。牛肋骨是吧？你是不是做牛肋骨啊？不要骨的，就是纯肉，但是、哦、就是啊，牛肋骨里面的肉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这块是不是呢？这块有点像软软的。嗯嗯 ，OK， 这是不是像？这是不是不是是吧？不是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是很像。那你觉得呢？这块肉吗？不知道，你们告诉我这块好。其实老师说我也不知道，你看他们俩才知道，他们也不告诉你。OK， 好，我知道。Okay.好，那你去试试看吧。你肯定了吗？你肯定了没有？你是不是肯定拿这块肉？啊？你是不是肯定拿这块肉啊？不肯定啊。不肯定啊。那你必须现在要肯定去拿一块肉出来。再拿牛肋骨的那个肉。嗯。这个是 brisket。不对的，那是牛腩。那是牛腩。不对，不是牛腩。是牛车那块我倒是没看出来，牛车那块是冻的，所以它是 compressor， 它是几块肉，但是几块肉，我怀疑它是煎，是修的，我怀疑是煎。它那个比较特别，我觉得像是煎。OK， 换了，你换了这一块，你觉得这块对吗？嗯，应该是这块吧。OK， 你决定了是吧、嗯、？OK， 我觉得祝你好运啊！好，我也祝自己好运。他们每个人都拿那么大块。是。今天要做什么菜？牛肉啊，烤牛肉啊。OK 吗 ？OK。雷，你现在要做什么菜？烤牛肉，我现在要做。牛肉啊，那你知道你现在切的是牛的哪一部分的肉吗？我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清楚。那你现在想要选哪块部分的肉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韩文叫 Gottingshin， 然后中文我也不知道。怎么说？那就是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今天这个做这个菜的步骤吗？步骤，首先它需要有牛肉，然后需要有一个漂亮的白色，然后根据个人口味的不同，然后选择不同的酱料，然后大概的。我觉得其实本来没有什么难的地方，但是这一下一选择，我觉得选牛肉是最难的吧。选牛肉是最难的。选什么？选牛肉。就是你觉得你今天这块牛肉选的是对的吗？应该差不多。所以还挺满意的，还是不太满意。可以了，啊，就够了。如果部位不对的话，口感会不一样。就对，所以就你觉得哪个部位，就是哪个部分会最可能出错？出错应该不会出错，因为经常自己做着吃嘛，所以希望。今天抱的那个大西瓜是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很喜欢西瓜，就把它抱过来了。手标呢？你说你手上动作标。哦哦好。应该是吃吧。对，那就是刚刚看到你在切牛肉的时候有一种掰不开啊，是切到骨头吗？因为那个它有白色的部分，白色的部分我不想要，所以有一点。所以就是现在在切的这个是直接就装盘用吗？对啊。你不怕评委说这个东西是生的不能直接吃吗？哦，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吃的呀。对啊，完整类。虽然对这个很满意，那个整体来说，就是韩国不是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烤肉的那个形式，加上中国的炒菜的形式的，然后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菜。很强一会儿去哪？一会儿去哪？一会儿去哪？很果断的，我愿意谁都特合适。所以我想，我如果当队长的话，可能不是每个礼拜的时候，你要现在这种事就轮到你了。要表决的时候，或者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点犹豫不决。但我觉得。